天气炎热，蛇也乱窜，尤其在乡村小道都有可能出现毒蛇的踪迹。玉里警分局警员何家伟昨天巡逻经过台九线284公里南下车道，看见一位81岁的叶姓老翁骑乘电动医疗辅助车，但他居然停在马路上。而远警下车了解后，惊见老翁身边窜出一只眼镜蛇，远警也惊呆了，回过神赶紧驾驶警车阻挡蛇。不过老翁却淡定地说，不要攻击他，他就不会来咬你，让远警阿北都会心一笑，化解紧张的气氛。天气炎热，蛇也窜出，尤其在乡村小道都可能出现毒蛇踪迹。玉里警分局车祸处理小组警员何家伟巡逻经过台九线284公里南下车道，看见81岁叶姓老翁骑乘电动医疗辅助车竟然停坐在车水马龙的道路上，远警途经下车了解，却惊见老翁身边窜出一只眼镜蛇。快点回去，那边有蛇啊。人蛇相距不到三公尺，目视对方并吐出蛇信，看似攻击姿态，现场气氛紧张。何姓远警赶紧驾警车阻挡眼镜蛇。老翁见状则淡定地说，不要去攻击他，他就不会来攻击你。两人会心一笑，化解紧张气氛。发现路上竟有一只眼镜蛇，且距老翁仅不到三公尺，为避免老翁发生危险，在绕过眼镜蛇后迅速来到老翁身旁，赶紧搀扶他坐上巡逻车护送返家。在远警的搀扶下，老先生坐上巡逻车平安护送返家，家属感到非常窝心，直呼远警真是有同理心的人民保姆，结束这场温馨又趣味的意外插曲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